2023银河娱乐澳门国际马拉松赛道介绍。马拉松赛事将于12月3日早上6点正起跑，起点设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运动场。跑手在起点起跑后，经运动场出口右转体育路，左转到运动场道，再左转到望德圣母湾大马路，经望德圣母湾大马路右转到路氹连贯公路，在路氹城大马路前折返，经路氹连贯公路圆形地左转到望德圣母湾大马路之后，上行车天桥，经东亚运大马路右转到东亚运街，右转到柯维纳马路之后，再右转到运动场道，经奥林匹克泳馆圆形地到东亚运大马路，到东亚运圆形地右转，再到海洋大马路，向前到史伯泰海军将军马路，到苏利安圆形地右转，沿住史伯泰海军将军马路向前，到近宋玉生博士圆形地路口前折返，右转上加洛比总督大桥，经亚马拉前地左转到澳门商业大马路，左转到南环湖景大马路，到立法会前地的路口折返，左转到何鸿燊博士大马路，再左转到孙逸仙大马路，沿路继续前行，抵达科学馆圆形地的路口前沿路折返，经西环湖广场向右转到何鸿燊博士大马路之后，左转到民国大马路，在孖角上街交界处左转到西环湖景大马路，上西环大桥引桥，落西环大桥后经东亚运圆形地左转到海洋大马路，之后由海洋花园大马路上天桥到史伯泰海军将军马路，再到近宋玉生博士圆形地前折返到海洋大马路，经东亚运圆形地到东亚运大马路，再右转到莲花海滨大马路，经西堤圆形地、海滨圆形地同埋和谐圆形地之后，右转到石排湾马路，右转到榕树街，之后左转到金凤路，再左转到石排湾马路，在金峰南岸街口沿路折返到和谐圆形地、海滨圆形地同埋西堤圆形地，抵达奥林匹克泳馆圆形地后，左转到东亚运大马路，在东亚运街前折返返到奥林匹克泳馆圆形地，左转到运动场道，再右转回到体育路，最后左转进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运动场内冲线，路程全长42.195公里。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旅程，成功挑战极限。